我自己，因為其實我發覺係我喺內地拍完劇啦，翻到嚟之後，咁大家都話啊，我哋自己學員都有傾，就話我哋嘅好似Archie 你身材變化好大喎，咁跟住我就開始同佢哋 share 啊，點樣去做 gym 啊，又或者點樣有效地食啲乜嘢啊，咁大家就開始傾得多咗，可能咁樣大家都會鼓勵咗，暗地裏鼓勵咗大家要快啲去減肥咁樣樣，係啊，有冇過去兩招咧？咁你最終其實我同翻嚟之後，其實同 Hugo 係傾得比較多，因為 Hugo 本身都有自己做 gym 啦，咁但係每個人目標唔同 ，Hugo 就有啲目標佢想達成，但係未達成得到，咁我就分享咗少少嘅經驗俾佢啦，咁譬如。在動作上又或者我們做的方法上有少少大家分享一下樣，我發覺原來他沒有試過這種方法練，我們就不如我們大家試試交換方法練樣，希望大家都出來的 result 會好。如果不有信心走一個